奋斗，谁能够能难道他来想到你是否撇步我一定好饶舌团体九一一一出场，马上引来粉丝尖叫。今年除夕夜文化总会特别节目，让观众陷入回忆杀。掌门人苏慧伦一现身，让线上观众超惊喜，直说长相歌声都没变，说到宝刀未老的还有他。我想你飞，温柔的吹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，我想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累。《还珠格格》片尾曲让观众们直呼经典，李翊君展现好歌喉，给其他表演者不少压力。如果说这些爱醒来好像梦一场，如果说这些爱我情愿去流浪。孙盛熙加上金曲奖得主洪佩瑜重现电视偶像剧经典主题曲，每一首都好听。没让女儿专美于前，台湾滨崎步王彩华合体尬舞。